不锈钢密封罐，采用304不锈钢材质，安全健康。采用三点式卡扣密封，桶盖内覆硅胶密封圈，层层密封，不易泄漏，运输便捷。盖子采用可挂式设计，轻松悬挂，节省空间，方便食用。适用范围：一桶多用五谷杂粮、牛奶、食用油、酒水、茶叶等，液态、固态均可密封盛装。不锈钢密封罐用途展示。